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于下午5点后入园，可获得精美灯笼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礼即止。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于下午5点后入园，可获得精美灯笼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往即止。 你哋影都想唔俾佢，超唔知，真係傻嘅啫！啲人真係唔俾人哋放真係，我唔好而家俾人哋放真係，佢俾人哋影，俾人哋放，唉，好搞錯啊！唉，黐線啲人。 行快啲啦！人啲影相講住，成個個都係咁樣嘅，冇咩影嘅根本就，我見佢哋個冇閪啦，成日都係咁樣，乜影嘅人哋牙都鬧佢，一個人哋煙，行快少少啦，係咪呢個？係哥哥。 你係咪跌咗？因為話多咗人開大咯。好耐喎，同你講。我哋咪要去遊戲嗰度。
即係而家整個手機嘅時候，攞咗一影多拍嗰度。你自己睇就冇啦。你真係要講啲好話，唔好啦。臭咩啊？臭咩啊？臭咩啊？我記得。我唔能播。 唐代小姐。
這裡有魚了吧。 拜拜。 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本月将于长开放至晚上14时，最后一股时间为晚上9时正，敬请留意。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本月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9点，最后入园时间为晚上9点整，敬请留意。 好，我要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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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Yes. Thank you.
可获得精美灯笼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于下午5:15后获得精美灯笼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 今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于下午5:15后获得精美灯笼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